无所谓我输还是赢，我真的只是我的家人们在给我排面，我就很感动。谢谢大家关注哦，感谢你们关注哦。放鸽子，我就放你鸽子咋的了，就放你鸽子。复杂的生活简单的过，我跳舞啊，是不是来。哎呀，这一连完麦这人就没有了，不连麦还好，算了，我九点钟下播了，家人们啊，我九点钟一定要准时下播，今天九点我们准时下播啊，跳个舞，跳个舞来，啦啦啦，跳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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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有要塞他公民生气，没有跳舞的音乐啊，没有跳舞的音乐，想看我跳舞吗？老板想输啊，热血。要要要，十点下太晚了吧，十点下等他把人播的太低了，我这个十二号没人机了，虽然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啊，别有时候就是我有时候总是在想，如果前面人气今天一天我把人气播了太低了，下两万人两三万人下的话，我怕十二号影响那天流量，知道吧，影响流量啊，家人们。The bottleneck of human traffic and their mobile phones could not preserve the memory. Woo! All of the photos and the stories. 十点不行，十点不行，我要早点下。你看，不然这样吧，我们用小号播吧。看不下去了，用小号播吧，好吧？哦，不行，到九点钟下，九点钟下，九点下，九点下，好不好？再打把 PK， 拿啥打呀？拿啥打 PK？ 你告诉我。哼啊！不想打 PK 呢，打完 PK 我不会播了。打完 PK 不会播了。每次我打完 PK 就不会播了，怎么办？叫什么？打完 PK 你就不停的要打 PK， 打 PK， 打 PK。打，我不想打，我又不想打 PK。哎呀，差不多，我不知道。胃不舒服，没有胃不舒服，嗯，只是有点眼睛睁不开的感觉。胃没有不舒服啊。谢谢小西，要感谢。唱啥？我不知道唱什么了，不知道唱啥歌了。我打把 PK 打的我，播的我没心态了，播的没心态了，怎么办？啊，谁叫你打 PK？ 我想让花姐连过来了嘛。哎呀，来一首，哎呦，来首什么歌呢？唱歌上人，想多了，不上人。现在已经定位成 PK 主播了，那就必须要 PK。小号叫啥？唐毅大舞台海选号啊，好像四十多万粉丝吧，是不是啊？那九点钟下吧，还有十二分钟，来唱首歌。一首《一路向北》送给你们。
马屁片了。你们的那个省着吧，省着到十二号送人气票吧，不打 PK 了。带着疲惫，带着愧对，我的心一路伤悲，那个曾经深爱我的人，请你不要留下你的眼泪，留下执迷，留下破碎，我的心还在伤悲，那个为爱流过泪的人，我是否再也找不回，请放开你温暖的手，未知的远方是否也有真情可贵，一路走着我依然是昨日滋味，可我真的不想继续伤悲，好了，来这首歌唱这里啊，瘦了啊，肯定瘦了呀，天天都吃不下东西，一天就吃个四五顿，一天吃个四五顿，你知道吗？一顿吃的很少，就是少吃多餐，最近一下又饿了，一下又饿了，你说咋回事呢？这是不停的一个晚上要起来吃好几次东西，也不知道是咋了。来，还有最后九分钟啊，我们就下播，等一下用小号给大家播一下好不好？哎呀，好多痰呢，我好多痰卡着这个地方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好多痰。嗯，一天吃个四五顿呢，家人们。小宝宝那是鬼宝宝，那是来鬼了，真的是见鬼了。嗯，最近不得劲呢，就是不得劲。最后打一把，这么喜欢我打吗？打又打不过人家，就打啥？没有守塔的人，知道没？没有守塔的人。注意身体啊，好嘞，注意身体啊，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哦，知道没有？嗯，最近那个流感特别多啊。嗯，太假了，嗯，我就是个假人，嗯，打着玩儿，那我连下旗下主播，哎呀，不连了，马上就有五万人了，马上就有四万人了。不用生活小事，我们用唐一大舞台的海选号啊，唐一大舞台海选号。哇，这谁送这么多小星星呢？这么多小星星点起来也挺累啊。滴滴答答滴答滴答，点四万人助力，哎呀，家人们，你们说我十二号晚上十二号人气票，咱们能有多少人助力？你们说还有多少人助力啊？啊啊，多少人助力啊？
啊，能有100,000人助力吗？能我说助力人数啊，500,000都疯了吧？有100,000人助力也差不多了，真的是。毕竟咱们没有博户外，没大那么大流量啊。但是相信不久的将来啊，到明年的时候啊，明年开春的时候，应该咱们就可以播户外了啊，就可以播户外啦！我的天哪，想的多开心啊，家人们，明年开年就要户外了啊！4,000多万，你不知道，你们很多人是没搞清楚，其实，在抖音大部分都是公域流量。就是其实我的铁粉在我这个60,000人里面可能就占了1-2万啊，2-3万啊，就是不管你是10,000人也好，100,000人好，你的铁粉永远占的比例其实就那几万人，但是你们是我的底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是我的底。就是这样子的，家人们。嗯，好了，马上还有最后5分钟，我们来唱一首歌，用小号给大家播一播助力的，算你一个啊！好的，算你们一个。嗯嗯，算你们一个。哟，我算一个，算一个，算一个，算一个。30,000铁粉还是有的啊。我觉得咱们30,000铁粉还是简简轻轻松松的有的啊，再多了咱不敢讲，真不敢讲啊。来，我们来最后唱一首，嘿，唱首什么歌呢？我就想啊，今天不知道唱什么歌给你们听啊。等一下，马上我们去小号播一播，跟大家啊，好不好？小号跟大家播一播啊，啦啦啦。看这首歌好不好听，来一首樱花草送给大家，昨天说要唱一直没唱啊，这首歌唱完我们就先大号就先下了啊，好不好？最少50,000铁粉。嗯嗯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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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晚风吹动着竹林，金光拉长了身影，萤火虫一闪闪，满山飞舞的铅笔，天上银河在发光，地上风铃在歌唱，织女星在远方，古老浪漫的神话，流水走过春夏四季的变化，幸福在蔓延，爱你永恒不孤单，烈日手中樱花草，春才漫步的微笑，种下了一朵朵青春璀璨的年少，烈日怀中樱花草，听见胸膛心在跳，偷偷的在思念，那是我们相爱的记号。最后2分钟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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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远方钟声在响起，望明长起摇篮曲，白沙滩月弯弯，爱你香甜的梦里，天上在发光，地上风铃来歌唱，织女星在远方，许下爱恋的愿望，流水走过春夏四季的变化，幸福在蔓延，
爱你永恒不孤单，烈日手出一花草，春才漫步的微笑，种下了一朵朵青春璀璨的年少，烈日怀中一花草，听见胸膛心在跳，偷偷的在思念，那是我们相爱的味道。哇，觉得这个是好美好的一首歌，听的就是心情就会很好啊，是不是啊？这歌名叫樱花草啊，怎么喂半天，不要这么刷小星星好吗？我直播间不想要大家这么刷小星星啊，我直播间不欢迎大家这样刷小星星，不欢迎，不欢迎大家刷小星星。女神经，好啦，九点了，家人们，我们下播啦。来，我们去小号去啊！谢谢逮到夜，还假如姐无所谓，梦哥啊，黄奇荣大哥，爱华谭烧。